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让我每天带着安慰入睡，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年糕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的情节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，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情节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。你怎么会这个？可是怎么只拥有一道彩虹？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？你怎么就来房间了？他们都说今天没有风，你猜我能不能把它放起来？我猜你呢。游乐园拥挤的真是放风筝去喽，你得跑起来。路在脚下，其实并不复杂。我还是杜华，走啊。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全部挂是考验，存在心中心愿丝毫不用。哎，小心车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，躲过了这么高，他怎么上去的？走吧，你小心一点，怎么你就摇一下这个树枝就行了。我的妈呀，我的个乖乖，小心点，这个不能踩。你下去别压了，不行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老板你太牛了，因为你爱上一个夏末，开始迷上迷乱的酒窝，一和我逛街。